你们三个在这结拜呢？教授，我们正在给叶青羽答疑解惑呢。对对对对对对，叶青羽求知若渴，我等爱才心切。叶青羽，你竟然撕裂内功，你快达到灵泉境了！杖子，不要啊！告诉他，时机尚未成熟，切莫轻举妄动。 来，老伙计，尝尝我的滋补汤啊！好，哎呀，就三仗就打傻了，就少将军，这是几呀？ 完了完了完了，真傻了！空空，赶紧给他搜搜身。哎，等等，我感觉我的眼灵泉开了。啥？你确定？老家伙，那咱们住少将军潜入识海，探探。太好了！可能是王教授，肯定是王教授。哎，他的三杖虽然力道甚大，而我却没有受伤，那就说明他借着这一杖开了我的元魄，辟出了一眼灵泉呢。你说王燕？就是他。难道他不是你们的人吗？没听说呀。 当年叶将军帐下三万中军中，没有这个人啊！不是我们的人，为什么要帮少将军？难道我爹除了你们，还有更大的布局？不管怎么说，王燕如果是帮助少将军的，那咱们以后在白鹿的计划就会更加顺利。是啊，对，不管怎么说，今天发生的都是好事。来，咱们喝一杯。哎，来来来来，我先喝口汤补补，最近这个身体啊。